大家好，我是缅北高地来的女人的纪录片导演，很高兴能够入选第十届印度电影节。在拍这部片子之初呢，其实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能够接触到缅甸来的新娘啊，这么一个题材。前期遇到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沟通方面。还好，那经过这个耐心的沟通，被拍摄对象呢接受了拍摄，这样得以这个片子呢顺利的进行拍摄。这部纪录片呢是我个人的独立制作，全程呢是我一个人完成拍摄，包括前期的投资，也是我个人。包括我家人全力的支持来完成的，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那主要是在去缅甸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因为到国外，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致使片子的拍摄呢，这个充满了一些挑战。不过呢，最终结果，片子还是非常圆满的，这个拍摄完成了。总体来说，这部片子和我想象的，这个呈现的结果呢，应该是差不多。未来呢，期望这部片子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看到，也希望有国际的同行特别是纪录片。的同行，能够看到，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大家，特别是国际上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制片人合作，来拍摄更多、更好的纪录片。最后呢，也能够期望。这部片子呢，有很多好的观众特别是关注这个外来移民像在中国内地像越南新娘像外来新娘这个题材的这个观众能够感兴趣看到这部电影同时也祝愿印度电影节越办越好。谢谢大家。